先拥抱一下。来，停一下，来，照相。换过来再拍一个。然后亮颖还带来了特别的礼物，你这样，你先来介绍一下这礼物到底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奖牌。嗯，等一下，我看这奖牌。最佳靠谱奖。最佳靠谱奖，2009的最佳靠谱奖。我先可以。好，来，哎呀，因为这说明我很靠谱，是吧？因为有几点靠谱的，因为这一次这张专辑准备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大家听，待会儿会听到一首他专辑的主打歌《上帝派我来爱你》这首歌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首歌是我们中午的时候跟小亮打电话在商量，需要一首这样风格的歌。是。晚上他就把曲词弄好，然后。demo 也录好发过来给我听了，就速度之神。对，他就是你一跟他讲说这件事情你需要这种声，他就立刻全心全力的投入到里面，而且很有效率。不是，他是要看是谁讲的，还是说对每个人都这样？是张亮颖。而且我自己的事情我找小亮帮忙很多次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小亮在后面帮我弹钢琴。他肯定大家认不到，那个时候我170斤。夜宴的歌定调是在小亮家里，我一给他打电话，他说好，你过来，我帮你定调。哎呦，然后我以前参加比赛需要找伴奏，我都是给小亮打电话说，我说帮我找一个什么样歌的伴奏，然后没有的话，他就帮我在家里用电脑做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心里一慌，拿起电话来拨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王铮亮。只要有这种事情，什么定调啊，然后要试一下歌曲，或者是要录一些简单的东西，我都上他家去。就这些啊。但是比如说你想一下子想吃饭不知道去哪里吃，或者是说哎今天无聊没有人陪的话，那就有吃过饭吗？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每一次都不一定是在他闲的时候，可能是在他很忙的时候。而且这一次发专辑之前的大概一个月不到，这个人生病了死活不进医院。你是说上次去拍 MV 的时候？对，拍 MV 的时候他就是重感冒，然后嗓子也哑掉了，然后人发烧，在家里迷迷糊糊的，然后发短信说你们如果见不到我不要伤心。我说这个人烧迷糊了，就是最后是被我们骂到医院去的。因为他其实这一次准备得很精心，然后很紧张，很期待说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是是是是是，他很怕担心任何单过任何一个流程，怕自己生病。对，我怕进了医院然后就被隔离了。 对他怕被隔离，因为当时有发烧。有所以就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，也不跟我们讲。对，人家得理解一下，他不像师姐，师姐现在久经沙场了，发了那么多专辑了，开那么多演唱会了，这个师弟才发第一张唱片。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跟小亮认识快10年了，所以我想这10年的日子还是蛮长的。是，你们总共也才10几岁就认识了10年，就按北京话来讲就叫发小了。对对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算。而且在音乐上面，我说我是从当艺人之后然后才真的有很大的进步，觉得中间很多一部分都是我周围的这些朋友，当然包括小亮了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可是我想问一下亮颖，因为你是入主少城时代的第一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少城时代的第一张唱片确实让王铮亮捷足先登，先发了。你对此有何感想呢？听说有点听说你有点嫉妒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其实我会觉得说，我是会有嫉妒了，我当然会。然后。但是这一张唱片里面，对对对，我还真的有做了很多，因为我觉得有参与感嘛，重在参与。对，而且亮颖，我们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亮颖，可能大家平时的话，更多的是在舞台上面的亮颖看到。但是我要讲说，这张专辑我有跟他翻脸的。翻脸？对。就是因为一些理念不合吗？因为我想选的歌曲，或者是在后期做的时候，有一些可能音乐上面细节的东西，有些不合的意见，就会。很激烈。对，我们俩就是说，如果音乐的话哈，然后各持自己的意见的话，我们真的会，对，有时候有会闹得，我会门一关就出去了。哦，门一关出去了。对，我会一下子觉得不行，我现在情绪有问题，我要出去了。那通常又是谁对软下来，
然后不用软下来，就是过了就没事了。哦，我觉得最终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下来就没事了。其实主要都是为了音乐嘛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知道这张唱片呢，亮颖也过了一点小小的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参与制作呀，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合作呀。其实我会觉得，因为这张专辑大家知道，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小亮自己的制作自己，然后中间他还有自己的编曲，那当然，然后整首歌除了《妈妈》这首歌都是他自己的创作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明白这张专辑应该怎么做，所以我参与了，但是我参与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多，因为最终这是王铮亮的专辑，他更多东西是他自己来掌控的。啊，刚刚这个亮颖说到满满，这满满这个成绩相当不错啊。算是2009年最动听的一首对唱情歌。这去年是小酒窝嘛，那今年咱们就看满满的了。对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歌曲在这家 KTV 里面的点唱率也是相当的高。所有的亮点都过来玩的时候，都要首先点一首满满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临时有个小小的要求啊，因为刚才亮颖他是那个刚才他是一个人独自完成了《上帝派我来爱你》。啊，虽然你已经唱过，对，唱过，我还说待会儿会唱，我不唱，他已经大家已经听到了啊，不唱那个亮颖很棒的这个声音，可是他的戏份很少在那首歌曲里面。我们接下来想听一听这个5:5的戏份的，你可不可以？今天我们没有请梁文音来，我们请张靓颖和王铮亮亮亮组合来一首《满满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亮亮组合，掌声欢迎。可以。你麻烦前面那位大哥挪一下吗？这边有小机关，我要带着这个靠谱奖唱吗？带我先帮你摘下来。有吗？为什么要摘下来？来，我帮你拿来，来。先合影哈，来吧。好，画，中间。好了，我们给中间，来那边，画，这里，好，右边有吗？右手，右手，